三生石上救惊魂。魏之和望月虽然同为凤凰，但他们终究不是一个人。姐姐，你先听我说完。你在乎的不是凤凰，也不是魏之，而是望月，也只能是望月了。姬子，颜月辜负了我的期盼，我很痛心，所以我不能由着他一错再错了。这里有天地的结界，囚禁颜月，你进不去的，但我可以带你进去。你为什么要帮我？我是想帮他。